谢大师打野，嗯，上面是个刀锋。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哎呀！全军出击！眼镜嘛，只是为了看书。通向不朽的关键，不死就行了。原皮。我直接上去戳他，算了吧，别戳了。马上升啊！等我们升了。小伙子，你就穿吧。击穿顽石，我是不是不应该闪？感觉闪快了，有点。回家吧。开五杀呀，开呗！呀，这谁送飞机啊？哦，没人送飞机。呀，这谁送卡丁车呀？这都哪来的呀？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哎，摸我！巨巨，这波死了，这波技能学错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我想学念咒的，咋没学上呢？就赖那刚才要开五杀的那小子。我们开。哎呀，这令人生气，还学错技能了，还学了个 E 技能，这最他妈没用的。学了个两级 E， 哎呀！在我内心延续，没办法了，只能 Q 技能一级了。不过这刀锋这英雄打人确实是有点疼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打不打？啊？亮牌着。你知道上一个跟我亮牌的落手零杠几了吗？你不知道。你如果知道，你便不会亮牌。真正的大师，永远都怀着一丝。在不在？
这个秒 W 其实很好操作的，你知道吧？随便操作。只是我一开始不知道秒 W 吧，还可以有这种东西。早不说呢，早说扛塔这种英雄是秒 W 无伤，随便用。确实有手就行，用一波好一波。我才学会的，哎呀，这还用学吗？这还有什么好学？那 W 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点一下右键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还用学呀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就不会还有人这剑圣 W 秒 W 还得学吧？那我以前为啥不用？因为我不知道他有这个隐藏的机制。你早跟我说有这机制，我早就用了。这波刀锋有点炎，我们最好是等个点炎25秒再跟他打啊。而且他现在是五成被动，先等一等。我将为你指路。两成，4秒，3秒，2秒，敢穿就死。他怂了，惨痛的教训。他只要敢穿一个兵，我立刻启动。这个兵不算。这秒 W 就随便摁。我说了，他只要敢穿一个兵，我立刻启动。一然千机，绝对不要坐等胜利的到来。对不起，你是我爹。多的不说，魔界大师是我爸爸。真正的大师，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这把别的不怕，就怕这玩意儿了。愤怒带来冲动。好，刀锋可以杀。别急啊。这都能吃到。怀疑，可恶，是最强大的敌人。别逃。试试看吧。
哎，在不在？这波不是说没失败了啊，这波是防御塔打得太痛了，只能减这么点伤害，明白吗？打了我三下了都，有穿透。W，你看看，随便用，小操作而已。对不起，还不行吗？啊？收个兵还不行吗？吃个药还不行吗？别追了还不行吗？给你个下当还不行吗？真是的，快速回家。下波我跟你们说，计划通正好龙刷，正好我复活，正好我去下路，正好一波四杀，正好我们无敌了。出门，一切都是那么正正好好。我们推动刀锋道，哼 ，ADC 想跑那不可能。我靠，这小命卡我！我吐了。哎呦，我这小兵，这小兵给我卡到上面去了，我吐血了，我喝了。但没用，我们已经无敌了，我就只能这么跟你们说，已经无敌了。现在见着这刀锋，那就是唰唰唰唰唰唰。直接杀！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。我回头。跑得有点快啊，真是薛飞跑的是有点快，看来不行啊，还是不能跟着刀锋玩，我们还是得去下路杀人。跟他玩其实没什么意义。断了吧，一边解斗。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快点去蓝 buff 啊！他要打蓝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差一个兵升级，把他杀了！哎，就杀他！居然不是我的人头，可恶！
可以打，可以打，这波两个人全死。还有七百，我无敌了。对面 ADC 一千，我们开始。哎呀，谁的七百？塞拉斯。对面 ADC 一千呀，一千变三百五了。好大。抓抓！给我杀！抓抓抓！人呢？下面有个传送的，给我杀！我杀红了眼，我一寻思这 ADC 就得死，回家西兰刀。还兄弟们，我无敌了。我只能说我无敌了。先打个峡谷先锋来，现在打团战我们就俩字儿无敌。武器大师又脆，刀锋也脆，塞拉斯也没有沙漏，哎呀，冲杀！给我高！我只能说我杀疯了，别追了，这再追有点傻逼了。撤吧。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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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！完了，动不了了，原子，快快快快快快跑跑快跑快跑！别回头打，千万别回头打啊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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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跑都快，跑都快，390、395，我感觉你够呛了，那武器大师跑的比你快。跳斩，一扣击，一扣击。还好没有大龙，你知道吧？这会儿上头，其实早就应该走了，你知道吧？我都想走，哎呀，但是薛微有点心远了，你知道吧？想想，见好就收啊！我这被瞎当了，挺难受。不应那泰坦不勾那刀锋，我们能走？其实那泰坦呱一个勾，我们没办法了，上走不了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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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这武器大师暴击呀、啊！我操了，我60%暴击啊，40%。我这咋不暴击呢？哎，我们可以大龙，我们是可以大龙的，兄弟。塞拉斯有没有沙漏？塞拉斯连沙漏都没有。塞拉斯连沙漏都没有。ADC 在左边，大龙可以要，大龙可以要，我们可以来大龙。
不打了，下边来打，配合不错啊，这队友，我只能说配合不错。回家了，来个暴击。形势先于蛮力，继续团呢，团战我们直接收割。那塞拉斯不出沙漏，他也不是不出，他可能没钱出，他出这玩意儿呢，他出了个860、850。来中团，等人，对，等人，等人，等人，他搁家呢，等一会儿呢。有沙漏了吗？有沙漏呀？啥意思啊？换装备了？我操，这人！哎，他一开始出的蓝莲汉的折磨，后来他就换了，换暗夜收割了。哎，我的妈呀！点塔。五杀没了，走吧。差个春哥，好菜呀！这波确实菜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波浪剑。刚才吧，摁的波浪剑没摁回来。来小龙，来，这波团战尝试一波五杀，兄弟们，下面队友打前排，对面都不很肉，都很脆。不要被骄傲，来吧，直接勾，勾。哎呀，我的凯旋！凯旋没回上来呀 ，Q 也没回上来，行。要五杀挺困难，下葬了，赶紧把龙打了，我们拿个那个土龙龙魂。形势先于蛮力，我刚才其实没太玩好，我觉得我不应该掉那么多血的。我的血不应该掉那么多，因为我木印触发了，然后我去摁了加血。哎，这是不是一波机会？这是不是一波机会？啊！这不是一波机会。刀锋还是有点肉。
太脆了，所以要春哥呀，出了个春哥。哎呀，收割肯定是随便收割，只不过就是五杀我们应该怎么拿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拿条大龙吧，带来冲动。现在要能给我个小猫就好了，挂我身上。或者有没有给我加血的英雄？谁露露啥的？来呀，泰坦，可以上，可以上，可以上。真正的大直接推中啊！后边武器大师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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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水晶复活了。要我说还是大龙啊，哎呀，难了。